末将蔡瑁，拜见丞相。蔡瑁，我封你为朝廷上将军，拜江宁侯。谢丞相。你久为水军统领，擅长水战，我令你为水师大都督。从今日起。 你不光要提领原荆州的水师，我还要把我的18万水师也一并交给你，如此总共是36万人马。我令你进驻江宁，训练水师战船，日后为朝廷建功。末将遵命。 丞相，蔡瑁是个卖主之徒，谄媚之辈。封个侯也就罢了，丞相为何授他水军大都督重任？此人的中间，我岂有不知？但是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江东了。我军的步骑号称天下无敌，但是周瑜的水师也号称无敌于天下。 我担心我们的水师不是周瑜的对手啊！蔡瑁擅长水战，我们如欲取江东，必须让蔡瑁为我们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水师，这叫做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。丞相高见。丞相有谕，召荆州刺史刘琮觐见。 臣刘琮拜见丞相。刘琮啊，你荆州总共有多少人马？禀丞相，臣有骑兵50000，步军100000，共计33000，臣还有钱粮数百万，大部屯于江夏，足可供应1年有余。你既有如此多的兵马，为何不战而降呢？啊！ 须知那刘备兵马钱粮还不及你的十分之一，他还死战不降呢。哦，我知道你为何不战而降了，都是那蔡瑁逼宫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丞相，丞相明鉴，蔡瑁说战端一开，山河俱碎，不但祖业难保，就连我的性命也……哎。 蔡瑁说什么就甭管了，此人原本就是个卖主求荣之徒，毒啊！他为了自个儿的荣华富贵，不惜让荆州易主。刘琮啊，照此看来，你继续待在荆州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因为那蔡瑁肯定会谋害你。你想啊。 他卖主卖了第一次，就会卖第二次、第三次，越卖价儿越高啊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无妨，有我曹操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听着，你即刻就坐上我的车驾，陪你母亲蔡氏一块儿前往许昌。从今往后。 你们就和大汉天子一块儿住在皇宫里吧，你们都姓刘，又都是皇室血脉，住在一块儿多亲呐！丞相，你这是要把我软禁起来啊？你不是说让我做荆州刺史，永远提领荆襄9郡的吗？丞相，臣不想啊！没错，我是说过让你永远做荆州刺史。 但是在许昌宫里，也一样可以做呀。这叫做身处龙宫，遥领锦香，不一定非要待在荆州嘛，是不是？还有，那个荆州的官方大印，你带上，它永远都是你的，你的。丞相，刘刺史，请上车驾。
丞相，末将等已把新野城攻下来了，刘备率军仓皇而逃。攻下来是好事儿啊，我怎么看你们好像丢了魂似的？丞相，诸葛亮在新野布下火阵，我军入城之后正在做饭，城外射入火箭，立刻大火冲天，我等率军出城避火，又在柏林渡遭遇大水，关羽、赵云、张飞趁我军被水淹群起而攻，我等奋力血战才把他们击退。什么又是火又是水的，照实说吧，折了多少人马？大约三五万。那就是五万了。刘备呢？率军逃往江夏了。江夏？天哪！刘琦正在那里驻军，荆州的钱粮多半都存于江夏。孔明何等人物，只要有钱粮在手，他马上会变出十万精兵来。禀丞相，据报，刘备逃往江夏时，带上了新野城内的所有百姓，估计大约有一二十万人。末将以为他们日行不过三四十里，这才是你们该说的。荀彧，在。江夏距此有三百多里吧？365里，如果派铁骑劲旅，三日内定可追上。丞相，末将愿领军追杀。不用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，我要亲自出马。听着，你们各自回部，准备好5000铁骑随我追杀。这一回，我一定要杀了刘备，斩草除根。罪过呀，都是我的罪过。我素以爱民为至上，万不料竟害了苍生百姓。主公，我们昨日行进了28里，今日只行进了10余里，如此赶路，10天半个月都到不了江夏。曹操大军就在身后，我估计2日间便能赶上。你意如何？放弃百姓，率将士急速前进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一旦抛舍百姓，他们就会冻死饿死。主公，圣君者既要依赖百姓，也不能被百姓所累，否则主公就是因小失大，其结果既毁了百姓，也毁了自己。大难临头之际，人们总是投亲人而去。今天百姓跟随于我，是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。历代君王均以为大业以江山为本，但我始终相信，大业者不是江山，是百姓。只要万民归心，江山早晚会有。如果今天我一旦弃民逃生，我刘备从此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孔明听着，今天我就算跟百姓一块死了，也绝不会逃生。主公一言，振聋发聩，在下惭愧。
关羽这辈子只敬三者，其一是天，其二是地，其三是我大哥刘玄德。我大哥的仁义之心，与天同高，与地同广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为何你们三兄弟饱受磨难，却能够百战不倒，敬佩。你就不必劝了，赶路要紧。 如此缓缓而行，终究不是办法。莫非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有。关将军，请你飞骑赶往江夏，请刘琦发兵至江津渡前来接应。因为曹操大军不只是冲着主公，他更想夺取江夏。江夏之危，不次于主公。 刘琦乃主公贤侄，知晓厉害，定会倾城发兵，助主公抗曹。好计呀！不过，曹操大军不远，我岂能离开兄长？快快脱离险地，才是救主公最好的办法。关将军的赤兔马日行千里，天下任何战旗都不如他。你半日之内便可到江夏，因此非你莫属。待我问过兄长。 不用问了，去吧。遵命。冲！冲！快跑！快跑！夫人！夫人！夫人！这。 等等我！站住！快走啊！先杀了这个将，再杀刘备。 少主呢？在慌乱中冲散了。快跑！快跑！护送夫人走。遵命。夫人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小军来了。贼将秋狂，拿下！杀！
你可认识青钢剑？青钢剑是曹操的佩剑，你是何人？我乃曹丞相的佩剑将军夏侯恩，贼将，拿命来！呀！ 杀了我吧！回去告诉曹贼，赵云早晚用这把剑削下他的头颅。滚！这！ 亲率数千铁骑追杀而来啊！曹军来得太快了，主公上马吧。天令，随我出战曹军。子龙，子龙保护夫人，在后面赶路。我是啊，主公。刚才我看见夫人的车倒在路边，夫人已经失踪了。子龙，子龙，他想逃了他。不可能，千真万确呀，主公。我亲眼看见赵子龙从西北而去啊！大限来时。 人心难测，他定是投那曹操，想受荣华富贵去了。不可能！子龙跟我患难相交，心如铁石，岂能为富贵所动？哎，大哥，你赶快赶路要紧呐！我张飞挡住曹操，走。主公，走吧。 将军，夫人，末将来迟，请赶紧上马，快！我上马了，你怎么办？末将不幸跟随，掩护夫人杀出重围。如此，我们谁也走不脱。子龙，你把阿斗带上，务必交给主公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别叫，给我拿下！撤！夫人上马，夫人赶快上马！ 快！快跑啊！曹操来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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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夫人快上马！赵将军，
想了，逃走了！你们要是见了他，就故意枪刺死他。遵命。将军，你看，曹军骑兵据此已不足实力了。哼，他定是赵云也来的。你们赶紧退到桥后，多立旌旗，多扬尘土，以作伏兵之状。我单骑再次等候。遵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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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.
Ah!
少主，我们回家了。少主，少主，不可能！刚才还在我怀里哭呢。少主，醒了，醒了。 主公，主公，赵云就是干脑涂地，焉能报主公恩情？ 张翼德，当年关羽曾经对我说过，他三弟翼德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，此人的名字我还记在袍底。桥后尘土满天，却有好奇闪动，刘备必安排了伏兵啊。
见得，嘿嘿，我令军士们带长坂桥后进行漫天尘土。那曹操以为桥后有伏兵，便不敢进军了。我当即立于桥上，发出三声雷霆之号，把他们吓得是屁滚尿流啊！好啊，孟将军也有勇有志，今日起在下刮目相看。那是。曹操退军后，我令军士拆断桥板，前来追赶兄长了。你断桥了？啊，是啊。那曹军退了，不断如何？曹操生性多疑，他看见尘土飞扬，才会怀疑桥后有伏兵。他若再派少计回来，看见桥断，他立刻醒过来。桥后不是伏兵，乃是疑兵。你不断桥能吓住他，断了桥却把他给引回来了。是啊，一德，我又要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哎，军师，俺都把桥给拆断了，曹军如何过得来啊？曹操上万铁骑能填江过河，何况区区一座断桥啊！好了，事已至此，不必再说了，赶快赶路吧。走。我早就派云长前往江夏了，让刘琦引兵来江津渡接应，为何还不来呀？人算不如天算。当初在许田围猎时，大哥若容我杀了曹操，岂有今天呢？三弟，不必愧恨。我天命已尽，死而何憾？我们要是落入曹操之手，他会把我们怎么样呢？曹操会赏金赐银，劝降主顾，就像当年对关羽一样。不会的。曹操若是抓了主公，天底下就没有他的对手，他会把我们一并斩首。站！列位弟兄，随我接战，战至最后一刻，自刎归天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不求同生，给我杀！慢，主公，你看。
可恨呐！叔这丫头飞走了。